上要来，他就在那里晚上看追剧，在那里。要来，他就在那里晚上看追剧，在那里迟到没有人，外国的、韩国的、大陆的，这种人家的，自己不能做，看看别人，每天看完这一集，又一集，每天出去，明知道今天要来这边，我有今天，应该要感谢这些所有的。演员、工作人员，这些艺人没有他们帮忙，我周游就是他们给我，就是属于大家，所以我今天不来不行。5点睡觉，10点起，真的好，所以迟到了一点。后来看了一些朋友，很开心，很开心的，可是。也有难过，就是已经白发苍苍，憔悴不堪。人家都说我没变，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没变。我永远都是27岁啊，我27岁，18岁，年次，年次27就好了啦。时间过得很快。哦，出社会也快70，真的要70年呢。我看到他们哦，真的我们要珍惜，要珍惜每一刻，所以能上台为大家办这个剧，关心自身艺人非常的好。我认为很好，要珍惜每时、每时、每一刻、每分、每秒钟，大家能够。见面了，见一次，然后跨着盖见一次赚一次。更重要的要有健康的身体，阿哥身体一直很好。我只希望他的个性使然，好强好胜第一。看到大家就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珍惜。追剧有影响到两个人的夫妻的关系吗？不会啊。哎，一追剧我们两个反而不会，不然有时候都会会吵吵。哎，一追剧以后两个反而讨论起故事剧本，我下面会怎么样？哎，我们两个就看得入戏。现在我们两个感情很好，就是会一起睡觉，一定要一起睡。睡觉不一起睡，要睡一起睡。可以一个先睡啊，如果他很痛，我要先睡。睡觉了哦，好，睡觉。我几点了还不睡？明天爬不起来，明天还有什么？乖乖乖乖乖乖。